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我们现在打一下水妖轮回改的部分，那这边一样帮大家实战一下这个全新的妖精黑金妲己哦。好，副队长的话就找弹珠的路西法，龙科就帮我带自己的武装就好，腐化不是必要啦，因为我这边要找三个形状一样才这样带哦。如果副队常态都是找弹珠路西法的话，可能龙科也只有龙玉，你三个形状就要靠自己了。来，第一关这边我们开美乐蒂，好，然后去手消火光暗全部哦。你如果有卡珠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西施。好，然后就直接去转，这样比较好转哦。好 ，OK， 然后这边就赶快让步数结束吧。哦，这边不用管 combo 的部分哦，因为妲己可以无视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来，接着第二关就看你遇到的是哪一只，你就不要去手消那一个属性就好了。好，这边遇到水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稍微转一下。好。OK， 来接着第三关哦。来第三关这边的话就是对浪费生命盾，我们这边就是直接去操作四回合，有大于等于七康就好了。OK， 啊不一定要像我转那么多啦，反正路西法都还有一个天降星的效果，它也是最直接帮你加康的角色哦，这边就不用转那么大力。OK， 那你可以转到6就好了，掉下来会刚好7哈。好啊，这边就是做四回合一样的动作啊，蛮无聊的。好，哦，满版是不是？哦，来，再一次。反正你就去把那个角色珠，不是角色珠啦，就是红绿灯停好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锤过去没问题。来，接着来到第四关哦。来第四关这边一样，就看你遇到哪一只，就不要去手消到它指定的那个属性就好了。好，啊 combo 不用管哦。OK， 这边也直接锤过去。来第五关的话，莎娜本来会睡你，可是现在妲己不怕睡哦，所以这边没影响。来就把梅乐蒂关掉，关掉之后开这只西施，好，然后就直接送给他五鼠强，直接解哦。哦，来这边涂过去，好，接着数字盾二三，那这边我们把梅乐蒂补回来，然后就直接去转二三就好了。哦，算一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三、十七、二十二、三，好 ，OK。好，来这边也直接锤过去。好，来第六关，好，第六关就看你遇到哪一只哦。这边遇到的是光暗，那我们就直接去转光暗珠就好了，新珠也可以转啦。好。好，来带过去。来，接着来到第七关，好，第七关这边是浪费生命盾哦，我们就去转对武康就好了，一二三四五，哎呦，我算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好，五，这样才对哦。好，那第二回合要把梅乐蒂关掉，因为等一下有复消哦。好，那这边就是靠着我们自己去转武康啦，一二三四五，好 ，OK。来这边带过去，好，接着是那个，对，你就看你遇到哪一只哦，不能手消木，好啊，这边如果木太多，就开水妖轮回这一只去把木珠炸掉，那这边就直接全力转。这边那个梅乐蒂先不要补回来哦，因为等一下还有一次复消啊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接着下面一关的话，这边就是正面攻伤一下不怕烧这件事了哈。来这边去手消到全部的光珠，好，然后记得不要消到火，这样就好了。你看有没有这个灼热地完全不怕，平常天降被搞的怨气都在这边吐出来了哈。来这边带过去。来第十关，好，第十关这边是回复颠倒，那我们就用先诺德哈去把二技打开。
好，那这边的话随便两康送给他就好，他的血只有三亿哦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只有三亿。好，来这边的话二血，我们就直接把梅乐蒂再打开，然后把新珠拖移到左右下角，四颗四颗放好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直接等他转，好，转了之后去手消全部的心。我刚是直接空转啦、啊、因为步数到了齁。好，来接着第三回合的话，这边我们就稍微去叠一下那个新珠就好了。好，记得不要手消到哦，因为你手消到它是会反弹，反弹再加打过来就没救了。好，来这边也直接锤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来，接着来到第十一关，好，十一关这边的话用洛达乙来防锁一下下。好，这边的话就直接去等他打过来，不要碰到地雷哈，碰到地雷那个会 GG 一下就扣六万哦。好，来接着这边开弹珠露西法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一样，直接去把这个版面转好就好了。OK， 这边直接锤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十二关哦。来十二关这边的话，不要去手消火，然后我们记得停在火焰地，先把右边那只处理掉。好，有停在火焰地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你记得稍微确保一下，那个如果我没有停在火焰地，它反击过来是直接叉起来哦，因为我们妖精实血没有那么高哈、哦。好，来右边那只先处理掉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就把火拼拼进来就好了。哦，你这边要等到洛达乙跳回来行不行？也可以哦，但是我不建议啦，反正这个还算好处理哦。好 ，OK， 这边就直接锤过去。好来，接着剩中间这只的话，一样就是直接去把它排到就好了。最后记得停在火焰地上面。啊，你就看到那种剩下个位数，你就开始一步一步动就好了。不然怕你动太快，然后最后没有停在火焰地上面会 GG 哦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来接着十三关，好来十三关这边的话呢，就是看你遇到手消什么。我这边遇到手消全木，然后不能手消水珠哦。啊，这边你可以先去把水珠禁掉，没关系。好，那这边就去手消全部的木。好 ，OK。好来带走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来到第十四关，好，十四关这边又再一次的正面攻伤这个不怕烧的灼热地哈。好，来这边也完全锤过去没问题。好来接着下面一关的话是不能手消光，那这边伤害会只剩下1%啊。如果你这边想要硬灌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，但是我不推荐哈。好啊，这边就等他三回合过就好，我们就稍微去叠一下光珠哦。对，一定要叠，不然你那个光珠会越来越多哦。好，来这边再一次。好。还有一回合，好，反正等下要进攻的时候，记得把梅乐蒂关掉，因为等下二血又有附加消除哦。对，这整关的复消其实还蛮多的。好，哎，这边你一定要挺过去哦，不然王冠还有要叠水珠这回事。如果这关都过不去，王冠应该也很难过哦。好，来这边的话把梅乐蒂关掉，那这边的话就看你自己要怎么去处理了哦。这边的话，总之就是不要手消到光。好，那这边我思考一下。好，等一下二血是五组一样的啦，这个就是要用弹珠露西法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稍微引爆一下好了，好，就不要去消到光珠。OK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，没问题。来，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有一个复消哈。来这边的话，先开弹珠露西法。好，那这边就一样，去把它那个固定满版的版面转到就好了。哦，来这边锤过去，没问题。
来，接着来到16关哦，那16关这边你就可以把梅乐蒂再补回来了。这边的话是九康，那这边把妲己的一消打开，好，然后就直接空转送给他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，没问题。来，接着是第哦，这整版新珠还蛮舒服的哦。来17关，好，17关这边的话去转六康。好，六康 ，OK， 转对他就会自残的哈。来，再一次。一二三四五六 ，OK。哎呀，怎么只有七？怎么转到七康了？完全没注意。好啦，这边的话有两次失误空间，跟刚刚五康那一关是一样的哈。好，一二三四，好 ，OK， 六康，呵，这样子就带过去了。来，接着十八关哦。来，十八关这边的话呢，就直接去排，然后不要消到木珠跟光珠就可以了。好。因为这个消道是会反弹的哦，除非你是去消 CD2 的啊，就例如说现在光的那只 CD2 哦，那你直接去消光，它反弹过来，至少你不会死哦。来拼图这边用洛达以来无视，那这边就是两回合送给他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转得很轻哦，可是其实这个伤害 OK 的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来再一次，好。OK， 这边直接带过去，那接着就来到王一了哈。王一这边也是浪费生命盾啊，要消十个水印记盾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先去把那个新珠禁掉啊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可能水珠会比较多一点。好，来这边的话，一开始先不要消到水哦，你可以稍微留几颗水下来。哎呦，结果我还去把它叠到，天哪，在干嘛？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去慢慢叠这个水珠印记就好了哦，不要急哦，因为你急的话，可能就会不小心手消到，那个又很麻烦。这边水珠看起来弥补给我的蛮多的，还不错。好，来这边的话就直接用新珠来叠全部的水了哦。好 ，OK。好，这边刚好叠满哦，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去把它送过去了。好，来这边的话我们把梅乐蒂关掉，因为等一下二血又有复消了，然后开弹珠路西法。然后这边的话就直接转 ，OK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带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来接着二血的话，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先把梅乐蒂打开，然后打开之后开这个水妖轮回二技哦，回复归零，因为这边也是回复颠倒，然后开那个西施，好，然后你可以把最后这个一消补下去啦，就是爽一下哈，真的可以好好爽爽。好，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你就剩下去把珠子该切的切开。你可以切一份鸡排不加辣。好啦，这边的话就消到八组属性珠，完全没有问题哦。我刚才拼一个满版的，应该是有拼到吧 ？OK， 好啦，以上这边的话，黑金通关这个水妖轮回改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哦。那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